天，好小的扭蛋机啊，里面有迷你胶带耶。妈呀，还真能拿出来。再看看还有啥好玩的，火漆蜡粒，之前玩过了，好多手账类的，手账星光明的，是明星周边吗？下面好多文具盲盒呀，最下面这是什么？竟然还带了颜料，亚麻学习的，难道是可以自己 DIY 这个小布袋？我天，这不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和别人拿一样的包包了吧？好像这个小兔子带的颜料更多一些。来吧，我要买这个，拿着小麻袋回家啦。我说大哥，你每次这么配合我干嘛？打开看看吧，这个格子底板做个手杖应该可以，就是可惜有点重。这个小布袋孔这么大，不会晕色吧？后面还不一样的颜色呢，空间也挺大的，估计能装不少东西。带了一袋工具，竟然是一样的颜色给了俩，一个勾线笔，还一个平头笔。我还是头次尝试自己动手画小布袋，也不知道我这艺术审美最后能画成什么样子。伙计们，你们就看到最后，用你们专业的眼光给俺打个分儿。一分，什么玩意儿？五分，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十分，非常不错，完成了。原来袋子里面有一层防水布，还收了好多颜料，可以留着，想想能霍霍点什么呢？扣上扣子。好了，伙计们，我这小袋子拿出去能值几分呢？